心呢，就是你的意识状态呢，那更是放任，就是完全不作意，不想过去，不想未来，不理现在。现在他怎么打妄想是他的事，你只管保持觉知，就轻轻的看着，呼吸也是让他轻轻的、自然的，进出就好，不需要去数息，也不需要去控制，身体那个呼吸到哪边，就既不数息，也不随息。那身体呢，就保持一个很端正的姿势，一直下去。那这三个要领其实就是完全保持尽可能的不造作，尽可能的稳定。身因为这样子的姿势最稳定，所以他要求要这样子的姿势，也就加趺坐。脚要加趺坐，那至于单盘双盘，那就看你的条件。能双盘就尽可能双盘，不能双盘单盘也行，不能单盘那只要三点着地，就两个膝盖要着地，屁股要着地，这三点若着地，它就形成一个三角形，很稳的摆在那个地方。那接着就是往上，一定要端正啊。第一坐就是加趺坐，然后第二动呢，就脊直肩张，脊椎骨要打直，肩要张，就是要扩胸，不要含胸，要扩胸。然后头微俯，头微俯，含压喉结。那我们女众没有喉结，那也就是说你头微微俯。那如果以天台来讲，那就眼观鼻，鼻观心，就眼鼻心是一条线，所以它一定是微微的下腹，若这样不可能一条线啊！你只要平视或者仰视都不会一条线，就微微下腹。那如果说你穿有领子的，刚好那个颈部跟衣领呢微微的接触，那就是标准的姿势。那男众的话，你就感觉这下巴有去跟还有脑筋啊，有去压到这种感觉。然后里面那个看不到的舌头微微停在那个牙龈上，牙龈舌抵上颚，但是那个底呢只要碰触就好，不要用力，不能用力。静坐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用力，都要放得很松。虽然松呢要很端正，端正不紧张放松，但是端正，这个是静坐的一个要求。然后眼睛呢，眼睛就也是很自然的就往下看，但是不需要去盯着鼻子，你只要轻轻的往下看就好，平视，因为你头已经微俯，微俯，所以你平视看几乎就差不多45度到60度之间，不要太低，太低颈部坐久了会酸，就是要刚刚好，就是有一点点力量，但是又不紧张啊。那呼吸刚刚讲过了，就是不管它。那接着最后就是两个手，手等持至几下，手要等持。如果说你的双盘，你的左不管双盘单盘，看你哪一个脚在上面，在上面那个脚手也要相应的在上面。你是左脚在上面，那就左手在上面；右脚在上面，那右手在上面。那一般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双盘的时候，单盘当然就是没有什么名称，但是双盘呢？如果左脚在上面，我们称它为降魔咒，降魔坐。那如果右脚在上面，我们称为吉祥坐。所以你注意看啊，你注意看，那所有的佛菩萨，他几乎都右脚在上，吉祥坐，就坐起来很吉祥。
但是如果你妄想很多，你也可以试着左脚在上面，它算是一种叫降魔坐。降魔坐就是可以降伏妄想，所以就看我们，但是我的认为，我们应该要不分它什么坐。这一坐如果左脚在上面，下一坐就应该右脚在上面，也就两个要均等的发展，不然的话呢，你的身体会一边松一边紧，久而久之，你的肌肉会一边发达一边萎缩，脊椎呢慢慢就会侧弯，所以你如果去找那些整骨的，老师，他一听说你静坐，他大概就担心了，因为我们静坐常有习惯性，总是会习惯一脚，就那一脚比较松，你就老是坐那一脚，但是这样是不对的，你那边紧张的那一边就代表里面放松，你更应该要想办法把它放松，一定要两边均衡，这样才不会脊椎侧弯。才不会坐了以后尾椎稍微歪掉，或者什么什么，反正，肩膀也比较不会一边紧一边不紧。那相对的上来以后，颈也是一边紧一边不紧，其实跟我们坐姿有关。所以静坐当然是一个最高级的坐姿，它有很强的功德力，但是同样它也会有很大的破坏力，所以。我认为，因为虽然不是很久，也已经修40几年，那碰过的人很多，很多人都做出毛病。那一问呢，几乎都是这个问题，就他习便坐一边，习惯坐一边啦，所以一定要强迫自己每一坐换脚。那如果在一坐里面，譬如说1个小时。你能够做40分钟，那你做40分钟的时候就换脚，你会发觉，一个钟头做下来很轻松。其实换脚是，解决你的脚酸最快的方式，不管单盘双盘，你就很快的，不要10秒钟，就把脚换过去了，那刚刚那个酸痛的感觉一下子就不见了，很快，所以。这一招又可以防弊，然后又可以解脱。防弊就不会让你身体慢慢做出问题，那解脱呢，就刚刚的酸痛一下就可以把它解决掉，所以这个其实蛮好用的。然后最主要其实是要让你两边能够平衡的放松，平衡的放松才能平衡的发展，因为进一步。你若坐顺了以后，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自动功能会开始启动，就内在有一股内在的能量，它会开始要去整理你的身体，也就强化你的细胞，还有打通你的这些不顺畅的经脉，那个都是自动功能的功德，但唯有你做得很好，做得很松。那种自动功能才会升起来，千万不要用意识，用意识就不叫自动功能。凡是用意识的，都属于造作。那如果不是造作来的，它自自然然推动的，那就不叫造作。而且在里面你完全不需要用力，但是它力量又很大，它有很大的力量，所以。一透过我们的思维，就把本来的自动功能、本来的不可思议，变成一个意识的造作。所以，我们静坐很重要，包括刚刚这些知识，其实都是为你的不造作而准备。你的身体只要坐得端正，它慢慢会调整你的身体。即使你刚开始坐得不是很好，但是当你坐松了以后，它会自动推着你脊直肩张，那刚开始坐可能会有点真的，驼背，甚至你若坐得好，一个
很好的现象，就是腰一定会有力量，腰有力量就不会有游泳圈。一般那个肚子太大，其实对身体很不好，新陈代谢很不好。那你若每一次静坐都要求举直肩章，那基本上这边它可以消耗掉，因为这个姿势其实它不会囤积。还有早上我们那个大礼就是礼拜，内观的礼拜，其实多拜的话也可以促进你的那个胃肠的蠕动。现在因为我们很多人整天几乎都不太动，所以吃下去的东西几乎都囤积着，那很容易把我们身体给拖垮。所以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可能肾就出了问题肝就出问题，其实都是来自于里面没有内气，就里面它是一个淤积的状态，不动的状态，久而久之你的那个内脏当然就会退化，就会出问题，包括大肠癌通通是这样来的，就它不能正常的蠕动。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静坐，能够大礼拜，基本上这些时代的病、文明病可能就不会在你身上发生。那如果说已经发生，你透过每一天的静坐跟大礼拜也可以慢慢的疏解掉，可以改善因为内气，你内在的气它会越来越旺盛，尤其透过静坐，那透过我们大礼拜的时候那个观想，其实无形中就是要强化你的内在的气所以这个在这个时代里面，这样子的修法其实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也发觉很多学佛但是身体不健康，不要说学佛，很多出家众身体都不健康，那没有道理，没有道理不健康，除非你身体本来就不好。那如果说你有天天有在修，用对的方法在修，出家一定健康。为什么？因为出家已经没有挂碍，心里面已经没有挂碍没有挂碍呢，那个呼吸就不会随便停留其实我们常现在很多人你串着总要定爱，就在一种没有呼吸的状况，那个其实都是很危险，都是一个警讯所以你看有时候晚上在睡觉，你枕边的人也会发觉他好像突然都没有呼吸了，本来打鼾打得很大，突然都没有声音，就一停半分钟，一停一分钟，那个其实都是一个警讯就是你的呼吸不是那么流畅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觉知力能够提升，那就可以减少意外。意外就是你没有觉照到，超出你的觉知，那是意外吗？没有任何东西是意外，都是因为你的觉知太差。你觉知越高就越没有意外，包括我们在做大礼拜的时候，你其实你用那个扫描带着你的意念，用你的意念带着呼吸跑遍全身，其实到哪边跑不动就是那个地方有障碍。你可以这样检查，你可以这样检查，到那边突然没什么感觉，好像扫不动，意念扫不动，就是气过不了。这时候你要在那边停留一下，也就是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在那边停住，重新深呼吸，从那个地方再开始动，就那边停住，然后深呼吸了，然后再开始用那个深呼吸进来的那个强的气跟念力，然后再继续推，就把本来推不动的就推动了一次一次的做不厌其烦的做，事实上每扫过一遍都是
身口意合作的一种进化，它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不好的东西慢慢消除掉，也不需要找医生。你如果有很高的觉知力，就可以减少找医生的机会。那少找医生就可以少用一点点健保，你交的健保费就可以让这些比较衰弱的人用，比较老的人用。那希望是我们这一辈子如果都能够不用健保，那你功德无量。对自己来讲就代表你没病，对别人来讲你在做无相的布施。你交你该交的，交你该交的钱，结果这些钱是拿去给需要的人用，这个叫无相布施。我不是为什么，我只是尽我的国民的义务而已。但是现在的社会比较糟糕的是，交一点点钱然后进入贫瘠，尽量都不敢用得等，而且要赚政府的钱，其实政府他没有给你用钱，你用的通通众生的钱，你把别人的钱拿来用偷盗，这个因果要搞清楚。尤其现在有一些人智慧很高，其实就是小聪明很多，他最会讨小便宜，那这个其实是欠众生，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修行人的那个心就是很直，他不会转弯抹角，他不会想讨人家便宜。如果我们能够养成这样子的觉知，这样正确的人生态度，其实我们随时都在布施，随时都在帮忙众生。那你其实帮自己才能帮忙别人。那反过来讲，其实你如果真有能力帮忙别人，就是在帮自己加分。你真有能力帮忙别人，证明你自己已经行，但是又不执着自己的功德，所以你会很自然的帮别人。所以这个都是自度以后的度他。但是说真的，还是不要急着度他。帮忙别人可以，不要想说我在度。现在很多人其实烦恼一大堆，但是他又想当菩萨。那这个弱点呢，常常就造成宗教界里面的某一块啊，比如说公啊、坛啊、什么灵修啦、什么就是正常人都做不来，还想做菩萨。一天到晚想跟什么什么那些有的没有的相通相应，其实那很危险，那个真的很危险。你通的通通不是佛菩萨，你通的通通是鬼神。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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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